在当前国际社会急需团结抗疫的形势下，美方妄言耸听、挑拨是非，既不道德，更不负责任。我们奉劝美方还是把精力放在本国疫情防控上，企图借机挑拨中非友好关系，不可能得逞。中国和非洲一直是好朋友、好伙伴、好兄弟。在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，非洲国家和人民给予我们有力的声援和支持。在非洲疫情日趋严峻的形势下，中国从政府到民间都积极行动，紧急驰援非洲，得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评价。中国对非友好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，非洲国家和人民对华友好的感情也不会有任何动摇。